大家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准备再上山溜达溜达，然后我把服装换了，没穿迷彩服，一穿迷彩服，有的视频它不让发。现在出发上我们这个二号坝去，走了，嘉哥，拜拜。就昨天刚下完雨，地还可硬了，天今天是非常好。你在这儿踩啊？啊，就在这个松林儿。啊、哦，松林往这贴松林往上走。行。也走也得往走也能走到二半呢。看你俩回来几点。行。我开啊。大鹰，多帅！这是王家爸爸，之前领我来的地方，算是他的一个小窝子。渴不渴着呢？有点渴，你先喝。我先喝了啊。我记得当时这个地方有棵树，枣树，现在没了，大水可能给长起来冲没了。下雨下的。不开河，前两天不开河吗？再一个秋天时候涨大水，正常过去就能上对面的山上了。对，没了，这个树没了，过不去了。来，换地方吧。好好看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但这个不能吃，哎，没有用，就是好看。终于看上了。看着了，再就适合在道边踩一踩了。哎，都是，还好。哎，哇，这个嫩呢都，小的，嗯，是不是挺好？挺好，挺好，不容易啊。开门红呗。终于踩着了。都让人掰过了，咱再来剪一下子牙子。再刮一遍，手刮一遍。哎呀，好东西！看我俩又发现啥了？两个小蟾蜍，一公一母，这是在这配对呢，还。嘿嘿，就不打扰你俩了。这都是第二遍小牙子了。终于发现好的了，来瞅瞅，近距离观察观察，看吧，多好！嗯，这个我跟你说，这样是最好的了。瞅吧，哎，哦，那前面全是，嗯，哎，就这么踩一天就可行了。啊，刚才咱没走到对地方，浪费好多时间呢，这。对呀，要不然咱也踩不少了。瞅吧。就是你俩上来的？嗯，就我俩上来的。你干啥去了？我上那个矿上看一下。啊，那是。这点玩意儿还不够塞牙缝里呢。回家撒尿吃啊。嗯，踩着玩呗。行。哎呀妈，这家伙累了半天，踩了这点玩意儿。行啊，找国家咱俩浪费了一小时呢。对，找地方找了一个小时，愣是没找到那个桥。对面应该多，明天不行穿水岔来。就这一点，闹个三两四两的。嗯，回去还是收点吧，收点给有药的那个朋友，给他发点尝尝。对，我采这点玩意儿，啥不够啊？自己家吃吧，还是？嗯呐。哎。啊，还得找你二大爷。走。摁喇叭，倒个车。要回去收菜了，这时候正好他们往回走了，咱收点吧，收点然后给人邮走。现在刚才听他说，现在采菜的人比刺老牙都多。对啊。我俩找桥找了半天，完了就上这上山上采了一点。啊？你俩就采这点？嗯。哎呀妈呀！这已经够多了。上玩大爷的，
我们要是那个找着那个过河了，也能采这些。回家倒去吧，这先倒幺五百五了吧？倒不好倒，得倒一车。回家没事。行，走走。回家。热了呀？啊，是天热了。踩着了。踩着了，踩着还真疼啊！哎呀妈呀，还挺好的，嗯，正好。哎，有点多哈，哎，太多了。嗯，你看我这儿，来，不要不要，看看差距啊！哎呀，不太好玩啊哈。咱俩要是那啥也能踩这些，咱俩浪费了一个小时，就是没碰着呗。不是没过去那个河。我大概踩的那有二斤、三斤、四斤。得多四斤，四斤到五斤了。明天看看再开车啊，还是怎么的，把那河过去就好了。那边多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